家宝，到底是哪一组的？你们先考，我等下就回去啊。兄弟，骗！哎呦，齐家宝他们就这样，而且你还有他们俩可以用 ，OK 的啦。王子杰，嗯，刘川峰嘞？刘川峰，啊，那里，对对。 他一直始终如一，唱哪里都可以睡。当然，我在兄弟呢，最大优点就是到哪都能睡。这还是真的啦。<笑>好啦，我帮忙，乖。嗯，还是大猩猩可靠，还好跟你一组。当然，我是谁？大猩猩。好了，会不会大家都吃完了，我们还没升起来啊？啊，不然叫大猩猩帮我们好不好？他很听你的话。哦，那要。 大猩猩，啊，你把我杀着你。啊，好，我立马过去。赶紧。我刚夸完他，马上就破功。你干什么？哦，我来。我就问，那你们还要烤吗？你们这两个人。烤啊，当然烤啊。我们两个把它全部吃光，一点都不留给他们。你们两个吃哦。 那我留下来帮忙。来，你要吃什么？来，我烤给你吃。我要吃香肠。应该 OK 了。嗯，传给我一个火种。嗯。哦，林，我们忙了那么久，火根本就没有升起来。你看陈爱明他们那一组，火多大，火都烤起来了。嗯，他们好厉害哦。好饿。不然你叫他来帮我。 哦，为什么是我啊？当然就是你呀！我跟你说，只要你叫他，他一定过来。不用啦，我们靠自己就好了。而且柴明也不是一叫就会过来啊，他们自己也要烤肉。柴明，终于不会生火，可以帮我们一下吗？ 我等一下就回来哦，来了。我就说吧。